要贴点贴不作品才会乎你来喜人，一生幸福来断送。心酸的人是负心汉，是永远难忘的梦。无啊！你要甲我骗啊！我看得出来，你是不是有啥物代志藏在心肝头，特别无欢喜，甲我讲好。秀桃姐，咱卖去放假好无？淡水啊！啊，阮的班呢，伫个放假咧做，啊，唔去放假，啊是要倒位？秀桃姐啊！我就是不爱你倒转去戏班的啦。是安怎？你敢是讲戏班生活真艰苦？我不爱你搁再受苦，我会当找工课啊。我唔惊受苦啊！我顶多今日就讲你要去找工课，啊你也去做工课，去让人着你是聊天顶，安尼要安怎？安尼就惨啊！袂啦，秀桃姐啊，无人会捌我啦。我去做工课，咱卖去戏班好无？你知影？我绝对袂让你去受苦的嘛！我唔惊受苦啊！我唔是讲过，我细汉到即马，啥物艰苦我无经过，啊，不过迄拢是过去。我即马出师安尼，我唔是做别个囡仔啊！我即马是阮迄班的苦旦，苦旦就是主角啊！主角就免做别个囡仔的工课，谈顶，迄班单纯单纯啊！我即马阁有薪水通领，哎，你若跟我来去大班的吼，安尼班的是。十天一个所，大所在、小所在，定咧过位。咱安尼两个人，用个伫个戏班，敢若游官食官，游富食富，敢若咧游台湾咧，安尼嘛袂歹。婷婷，答应啦，跟我咧大班啊，好不？婷婷。好啦好啦。嘉欣。嗯。姑诶，你先带百万来，你边来等候。我来去找阮小妹，就算门看天，我使住伫什么所在？我在叫陆中，你若进房间咧，好，你赶紧回来。走，走，啊，行啦。走，我叫你妹妹。走，我两间房间。好好好，你讲啊，答案来双空单吼。嘟嘟，行啦。四天山寒梅花，万秋安如诗。嘿，今朝好看哦。我害啊！哎呦，啊哪会这无头钱？啊出门搁袂记哩差钱？哎呦，我这红的是足好看的嘞，我当面吼啊无钱通买票。小妹，哎，阿姐啊，是你啊？我来知你一定来吃。你知我伫家吼？你大咖戏手，人咧做伊，你唔来看伊，你要创啥？对啊，辛苦也袂记差钱。阿姐啊。你自己提出来啊！这座火烧红的是偌好看嘞，咱两个来看吼，啊，先做加提一寡钱哦，甲大红做，啊，伊那大嘞吼，那会讲咱做大咖的，做医生啊。好啦，等你咧做，我再甲你大红做，起码先跟我来去找铁牛阿西。啊，安喏，阿哥你去哦。对啊。啊，迄个阿东平，迄个我上车啊，伊讲要跟咱做一起，伊若要去，我爱去哦。
没啦，我叫个红姑在路上休困，咱两个来去就好。我咱两个呢哦，好，你好，我跟你来。哪呢？我不敢问过吗？好。哎，奥桑，这旁是报应社的家族，啊那安尼，你敢知月外乡在倒位咧做哈？月外乡，你这无咧搬，你要去做我唔知啊。月外乡，你唔知哦？边做？行。行。你做创啥？你带我来去街路行行。哎呦，我安尼忝死啊啦！你不行行行行，紧啦，行行，紧了。骂完的呀，我足忝的啦，卖去，要去人家再来去啦。你卖去哦，你卖去，我敢去去。哎，骂完的。我若一看你安尼，这个头壳歹去哦，我若个骂完，把你拍到变骂去，等来死地。哎，骂完的。迄戏台迄个经理讲，阮哩班内拢伫遮呢。哦，咱入去看卖者。好。来食。阿杰，好来来，谢谢。头家啊，我是戏班的吼。啊，无得啊，快走走。讲到我粪扫人，我着一百岁，无钱搁住大间旅社，欠我房间钱百外块，我已经甲伊赶走。伊若要找伊哦，去加拿大已经破药找。辛苦，心莲，药做好未？我嘛水好啊。你快点来一个哈。哎，阿多回来啊？秀头姐呀，阿多，阿多，来了，干杯了，干杯了，来来，干干。少嘞啦，你病还袂好嘞，你看你还去扫安尼？无要紧啦，无要紧啦，过来啦，过来啦，哈，惊啥？唔通啊啦，头家啊，啊你扫班的啊，减两两倍啊啦，添水哦，酒量嘛无通好，你咪下水呢？好啦好啦好啦，卖啉卖啉就卖啉嘛。啊卖啉你搁啉？淡薄呢。对啊，我等下你拢还袂跟我讲。现在咱班的哪会变安尼新人？啊，这代志咱莫讲上好了。伊若讲了到底吼，恁爸这个腹肚内几百块哦，吃呛个将军啦。即摆无好卸臭头啊吼，莫让恁爸当着啦。若让我当着吼，恁爸会死甲真歹看，有影实在的啦。臭头伯是搁安怎想？咱哩戏班的钱拢叫伊摕走去。哼，这种人哦，真无天良啦！要无我对伊歹去，我嘛足信任。我戏班的钱，还有我的笑目，拢交代伊啦。哼，这代志咧，甲做伊无，还佫甲骗啦。佮万家要去拍戏路啦。哦，佫讲到真好听，戏路拍好势啊，一切拢处理好啊，叫我规班管闹啦。啊，当我规班的人拢来啊啦，一切来哩，啊才发现啦。我连讲什么戏都无拍啦，安尼啦，恁恁人哦，煞无看到啊！你看，你看会去啊？袂看有影？啊！臭头伯，再来都唔是安尼，把高速的绩效嘛拢发甲顺顺，实在唔相信，伊会甲咱抛弃进去。哎，初初这代志发生啊，我无相信讲伊安尼死，讲无天良啦，哎。伊安尼死，大家演员哦，内口咧心肝就乱啦，嘿，乱到到着，好，大家讲卖乱，心肝卖急，吼，我助理社甲你安排很大，啊，咱慢慢再探下消息，啊，结果咧，这李小姐带了到底，我规身躯血栓负债啦，
迄报警服务所的死人啦，知影互李社甲恁扣掉的啦，我就唔知，唔知讲即摆到底要怎解决才好啦，我怕，呀，哎呦我，卖你妈啦！小白，我这手足歹个，唔通阁拖，咱来请一个先生来甲看卖者，好。替我使，你甲看详细咧，即马是要安怎倒好？你知你食是啥物毒药无？我刚知影是一个红色药丸啊，啥物毒药我都唔知影。我若是诊断了无错误，我想你所食的可能是大号丹。啥物是大号丹？这种毒药非常的可怕。除了伊家己特制的解药以外，无甚物其他的解药。而且中到这款的毒，时间一日到，发作起来是非死不可。是阿杜给咱的啦。哎呦，阿杜，你这是要创啥？提起。老家啊，收起来啦。对。那几班拢无咧做，也拢无收入。目睭我来背筋，头髓这侪要吃，无钱要哪会用？哎呦，阿杜，我是头家啦。人家班的这演员，伊若要吃这金的，我会想办法啦。这钱你也看袂用得着。不要紧啦，啊，无就当作讲我暂时借你嘛。阿弟啊，收起来啦。阿桃，你的生意我真该努力啦。也毋过，这个钱是你伫咧舞台顶，你流汗、困倦、辛苦，人家欠起来钱，我哪会当甲你摕咧？我再讲，我身躯还阁有钱通用，以后我叫阿草啊。等起咱全家甲亲戚朋友借淡薄钱，大雄这两天就会回来啊！大哥，大哥，阿超，阿超，你回来。哎呦，阿超呀！啊，小桃，你来一下。我回来啊！听阿舅阿在讲讲的。好啊啦，好啊啦。安那啦？卖阁啰嗦啊啦！遐你钱少啊无哩？无啦，大家都讲算到几个了，遐哪有钱人借咱啦？哼，遐平常时是讲到你啊，我弟讲到亲哦，遐即马。啊！死狗那悲哀死我！啊，不过头家啊，足侪人要请咱去做戏呢。哎呦，无内容啊啦，无内容啊！咱戏人拢无啦，遐头家洪世贤啊，拢叫李冠甲你扣掉的。咱是要摕三哥去搬。遐哥再讲，咱若要去搬，嘛着爱车钱，遐车钱要为倒来啦。是啊。无内容啊啦，无内容啊啦。老家，我知影这钱是无啥够啦，啊，不过请你斗相共一下，先将伊人还完，阮后过谈吼，我会替还你啦，吼，你再收起。无可能啦，欠我利息钱百外块，啊，摕一点仔钱就要来共伊人讨转，免妄想啦。老家。这个药款我知影价值无偌济钱，也毋过这是阮老母唯一留的物件，我暂时交你，先将喜人交喜办，安尼好无？袂用你啦。头家啊，有啦，这算是我身躯边啊上有价值的玉仔啦。啊，搁我的手链啊，安尼我做物件拢爱爱吃，我绝对有信用，若有赚，我随时搁提钱来啦，吼。拜托，这种爱食。无够，无够啦！你莫搁耽搁浪费时间了，无？无代志，全出去。哎，头家啊，拜托一下啦。出去啦，出去。哎，你别动。头家啊，你这个人啊，一点同情心都无啊！我将所有价值物件拢夹出来给你，你还讲不肯斗三工？你失败。戏班无戏人是要演戏，
无烟就变到真好摕，你安尼敢是变去死嘞？我咧插嘴。呛水啊！哎呦，老的啊，是上点啊嘿嘿叫，大声声啦！你讲提一点啊，情况要可以啦。哎，头家娘啊，嗯，歹势啦，是钱无够，我是讲个月款啦，啊，这莲啊吼，啊啊，这会来讨啦。哎呦，笑死人！你提到这，派人拒谢，啊，无值钱啊啦，啊，提回去啦，等你有这时吼，再过来提啦，无吼，免想啦。头家娘啊，吃三工一个啦，我若有钱，绝对提来还你啦，有信用的啦吼。哎呦，走啦走啦。头家娘啊，我这。笑得这，免阁求因啦。我都唔相信，迄人今日拖袂转来，迄人你都。呛水啊！呛水啊！你要创啥？我要提迄人。你要用抢的吼？啥物用抢的？反正计条物件拢压伫咧遮，我若是有钱，我绝对会拖转来。紧，将迄人还阮，若无莫怪我对你无客气哦。把迄人提出来。呛水啊！你想怎啦？是要搞你个代志啊？是无啦？秀姐，因收过分啦！因有过分无过分，都是因个代志。你答应我讲，你无要遐代志。你讲这啊，你无会无用个遐代志，讲死！秀姐啊，当然啦。秀姐，条，我会阁倒转来找伊讨气啊！行啦，转来。嘿，土匪，无钱也想要来摕物件。嗯，道理啊，无死目睭。哎呦！哎，侬个大，他大声一点啦！啊，嗯，哦，哇，大出去这个衣都好好嘞，啊，怎么来嘞？向站派去的，站派去的哦，哦，这里订的衣啊，站袂歹，这岗位真好哦。那个土匪啊，欠我的房间钱哦，无爱还哦，搁要来阮家抢物件嘞。啊，这么大胆，欺负出你哦。嗯，稍等吼，我要去报警察，因为因讲吼，稍等搁要来啦。报警察啦。二蛋，八斤菜。免去，免去，免去。你怎样？你不去菜有什么路用啦？迄阿不拉吼，迄甲土匪不是同款。啊，不过因讲小蛋搁要来，啊要安怎啦？袂惊，有我伫个，我叫做红姑的。因若无来，就准拄好。因若来吼，我就互伊甲咱死也同款。啊啊！你哪袂困？我等你回来啊！姐啊，啊你药食未？哎呦，啊姐啊，啊你药拢唔食，你要哪会用你啦？你莫想遐尼济啊啦，你个药先甲食食咧，再佫讲好无？我的代志你唔免管。你我稍安静一下。哎呀，我袂放心啦，你甲食落啦。好啊，你若是要搁安尼烦我，我是要出来去。好啦好啦，我莫讲，我即马来困吼，我莫甲你吵，你莫走哦。像那非常毒的毒药，普通的人来吃着，唔免半个时辰就会无命。也毋过对你有一些作用。这种毒的毒性，甲大号丹有一部分的相克，所以咱会当达到以毒攻毒的这个效果。也毋过，伊袂当完全化解大号丹的这个毒性，只干那会当暂缓。大号丹所发毒的这个时间期限，安尼伊敢加活半年，也毋过，也毋过安怎？这有副作用。有啥物副作用？这两种毒在你的身躯内面在冲突的时阵，
你会感觉非常的痛苦，而且每一个人体质无同款，所以伊这個痛苦的这个程度嘛无同款。真可怕！那你什么时阵会发作？这完全袂当预料，而且你咧发作的时阵，唔是干阿你家己受苦尔呢，你身躯边的人嘛受到连累，因为你迄阵理智完全失去，根本唔捌你身躯边是虾米人。去倒哈，哼，好笑啊嘿，遐逗比，啊你做你困你的啦，啊我要去倒位，嘛免你管。你咧催眠哦，哪里爱管你哦，叫你出出去啦，看到你的面哦，我无你惊死哦，卖做恶梦。真好真好，出去我去记一个困，我爽的。哎，啊，这门咱拢无关的。啊，当唔知咧创啥，啊，这落天阁无爱加被，啊，哪叫寒着咧？寒流顶着我的裙下条。喂，阿妹，起来啦，拢要甲你讲话啦，阿妹。阿姨哦，起来啦，起来啦，阿姑诶，人来叫，咱不爱起来呢。阿姑啊！出现在我面头前，好无？你也惊死哦！你有够无胆的啦！阿舅的，你莫吼，我歪生胆乎你。阿舅的，我唔是无胆啦，我其实哦，其实你其实是安怎？你其实是安怎？你讲我听啊！阿都，好啦，莫再讲啊啦，后摆吼，莫安尼半暝走来，较惊死安尼就好啦。阿婆。你叫是人暗时来找你，是拢找你要创啥？阿姑诶，笑我送三更半暝走去倒？啊，阿姑诶，拜托你啦，你甲我想一个办法好无啦？阿姑诶，啊你是安怎？啊你拢用脚脚边仔对我，你是毋是作讨厌我？你是毋是无爱管我？是无啦。无啦，甲你讲无啦。哎呦，你搁讲无？你明明都无爱插我，你看你嘛是拢用脚脚边仔搁咧对我。啊你哪遐尼戆哈？我是足忝的，叫你甲我掠一下灵者。啊哪甲你暗时你搁看无？哦，你是叫我甲你掠灵哦？嘿啦。啊，安尼好啊，啊无。
我即马甲你掠零吼，啊，我那咧掠的时阵，啊，你头壳哪想，想讲要用什么办法，会当让我阿姐食一罐药啊，安尼好无？嗯。来，安尼我姿势摆好咧。来，你过来，哈，嘿，我甲你掠。嗯。安尼你有爽快无？够赞的啦！哦，我唔知你搁两包食咧。哦哦哦！哦哦哦，够赞赞！一个家人呢，一百下涨了啊！宝儿，我变免惊，我就开门啦。小查某，你是咩手在看我的？操！我上死啊！我上！你上去跑！你这困难又翻不了关，你死谁看你？你给我个查某倒来！你这下个在是谁？莫甲伊计较啦！啥个头阿歹？你做头阿歹啊？哎，你来拍我！我拍你！恁这对狗男女，三更半夜你踮遮咧创啥物？阮哪有创啥？你讲无？你讲到准十个哦，阮两个到底闹安怎？你讲出来看卖嘛，好歹讲出来啊！哼，我想讲吼，顾着恁的名声，我无爱讲。好，既然恁家这么啊袂见笑。你讲啊！讲出来啊！无你惊你啦！我伫外口听着，红鸡，我甲你留安尼有好无？有，真好！我一世人毋捌遮好着。恁这对狗男女，实在……我够不知影见啥，我够老十几个啦！啊！这红姑的，我唔知影你是怎尼啊卑鄙下流的人，我一世人拢无爱去看到你啊！等下，骂完呢，你着误会啊嘛！干哪款的误会？哎呦，你咪听我讲，拄仔是哦，乌巴桑小姐，你甲我掠铃，啊，唔叫迄个声音，你听唔到去啊啦！伊要甲你掠铃哦！是啊，你来甲我拍啦！我拍你，我啥物仔拍你啊？你要掠铃，是安怎？免叫我，就爱叫伊，安怎？我袂晓了，唔是你袂晓啦。啊，煞毋知红姑咧讲吼，讲你已经着拍蛋去啊啦，啊，所以也无法度互你掠铃，只有是叫我掠铃啦，安怎？哈，我咧拍蛋八摆啦。我是超工计算咧，甲你编的啦。哈？安怎？你骗我？安怎？啊！阿姑啊！哦，原来拢是你咧计头甲歹去的哦。计算计达甲阮大家骗安尼哦，拍，爱拍。阮安尼叫报仇啦。进去，来，我叫你。来来，哦，今天太欢喜，来，好敬一杯，来，来来来，我先领我单哈。你啊？无，红姑的，你今仔来遐奇怪，我一直要招我啉烧酒，是安怎？哎呀，他啉酒你莫啰嗦，较阿三二好哦，紧啉啦！你一定有啥物代志无甲我讲，你若无讲，我是袂啉。讲就讲，你食迄毒药啊，迄药性，无定鸡卵羹就发作，就是讲，无定鸡卵羹，你就会死啦。所以讲。今日咱这么爽，无定阿爸都见袂着你啊！我敬你，干杯！
莫想想遐济。我搁等你。好。头家，去换一壶酒来。哦，点咩来？点咩来？小妹，你敢有看到铁骨仔师给我药啊？我无看到。我无看到，无啊。我今早要出去的时阵，都放在桌仔顶，啥动也都无看。清楚，啊，都无去，无去就刷刷去啊，非得你也袂食啊。来来来，饮酒啦。但是那是毒药。我今日把你若是去用摕去，那是阿姐你是安怎？阿姐，阿姐，阿姐，我感觉心足艰苦的。阿姐，你开始咧艰苦啊？珍珠，这毒药我拄好甲放在酒的内底，互你啉落。阿哥，你讲什么？你把毒药放伫咧酒内底。我把铁锅塞，摕一寡解药已经先食落去啊，所以讲我无代志。珍珠，你怎啊足艰苦哟？珍珠，铁锅塞有讲，你药性若发作，会失去理智，会去硬伤着，所以讲，我即马甲你绑起来好无？好无，阿姐，甲你绑起来，较安全啦。阿姐，耍死即马。阿姐。你小心点子，小心点子，多想好，多想好，这，我是来个大伯，好啦，进来，进来啦，你赶紧来进来，好，走，走。好啦，阿进来。哎，拢无出去，阿奶拢伫遮。阿多啊，你等下上街好，我有项代志要宣布。什么代志？我唔知，头家讲要煞班啦。煞班？嗯。哦，我无赞成。阿多啊，你看麦，班的情形你拢有看到。大家连困了都无通有哦，你来看卖，呀，买几大点孙仔去吃，啊，大坑这破庙来了，不但是安尼哦，连三顿哦都无法度通度，唔上班敢袂用的是。上班，我无赞成，咱大家。因为讲全是白起囡仔，虽然细汉的时阵有一寡毋是家己愿意要来，不过伫个班内遮侪年，做阵生活，都敢若亲像兄弟姊妹共款，过遮尼久啊，一个班都敢若亲像大家庭共款。哪有讲一个家庭，一个班，我煞，就专门甲煞煞去。对啦，秀头讲这是真有理啦。咱大家吼，拢在这戏班的内面，敢若像家己的厝共共款。啊，头家是敢若像个汤锅，甲咱烤掉咧，对啊，唔对？啊，汤锅人落去都害了了。
啊，所以咱都阿无厝通住，要么大家变成孤儿，对啊，唔对？对啊，对，对，咱别去耍翻的，咱别去耍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大家较静的，较静的啦，我讲两句也好。唉，咱这叫上哦，对咱这班哦，拢有感情啊啦。我心肝内嘛非常的艰苦，也毋过，起码咱班内已经也无钱啊，嘛无戏通好搬，就是讲有啦。保险伫倒，后生伫倒，敢有一支弦仔通下？那安尼拖落去嘛，毋是这办法，无啥敢会用的心。办法是人想出来，大家做伙想。问题总是会解决的，什么办法？要安怎解决的？是啊。啊，亲像恁较有气力，恁就用去外口去用车去做临时工啊。啊，阮较无气力嘞，啊无，阿超爷，你去找一寡技师，看咱来做一寡粗活啊。哦我是好鱼啊，素文啊，会好做的来做，袂好做的提出去卖啊。大家若有心要打拼，要做牛，哪会惊无力通拖？虽然讲这钱是无够偌济通赚，积少得先多。咱自在的钱若累积起来，我看足紧，咱就有钱通去讨喜人啊，对无？嗯，对，小兔啊，讲这句话真有理由。啊，恁大家是有反对啊无啊？无，我怎啊做啊？好，安尼，爱去找哦。好，我来去做草地啊，我来去草地啊。真好。姐，阿姐，不要紧哦。阿姐，精神姐，姐啊。姐。过来。你想到我吃迄粒药啊？我药性一个发作，甲恁大家拍架呢，我实在无忍心。不，阮若无你吃迄粒药啊，你也活不过后日啊。阮总袂用目睭金金看你安尼就死啊。你看我怎样变甲安尼？敢毋是比死搁较艰苦？你去安尼。我准备先来套，等你有心了，我做这个绑起来，好不？好啊。免。啊？无效。起码我再有讲过，我若是有心发作，任何人都控制我袂掉，你甲我绑嘛是无效。那安尼要安怎啦？我看唯一的办法，是我先甲恁大家分开一段时间。秀桃姐啊，邓啊，我拄只去汉药店挂一块药啊。哦，我想要来卖药啊，你看好无？卖药啊，袂歹。做罗地头的兄弟啦。做王龙啊啦。对啦，对啊。哎，头家，归去啊，咱规班全来去跳汉啊。嗯，跳汉讲遐尼紧，啊，等咱服饰也无啊，头盔也无，搁也无吼，买一支大弓弦，弦啊就无咧罗地扫。拢无半项呢。哦，这也是问题啊吼。不要紧啦。嗯。穿大脚衫做咧落地扫，免服饰啦。哦，安尼啊，讲真紧咯。啊，你免服饰，若要做落地扫吼，佫较无吼，嘛爱一面落通个叫花。啊，无迄个落通叫花，人免来活来。对啦。嘿啊，无。讲迄个无个啊。拢无半项啊。对啊。哎，金票较少，较少少一支弓弦，佮锣鼓就会使啊。啊！对，啊，敢若无你咧？迄陆云江哦，啊，我上熟啊咧。啊，你甲注意照者啦。大家恁注意照路啊咧。啊，你去。啊，你去买药啊。哎，对啊。恁们都去啊嘿。好，我先。去照照照。Hey!
念真久嘛，起码可以啉些烧茶歇睏，啊，可能啉些茶润喉。连伊有啥过来甲扯平，连伊要刷落去哦，搁较好。拄仔迄个无好，连伊刷落吼，是招兵归徛白马要走三关嘞。这个白马是要安怎徛？哎、欸，来，准备啊！哎，注意，你甲徛，阮这查囡仔吼，大家挂好食吼，当然重要。这是伊身体用，是身体用强，唔是，伊个身体靠到一边，靠一边，一边啦。好落牌，调经丸，调经丸，调经理代，哎，一个有哦，一个查甫人，那是有好些个牙边端，一走大路，叫肾接着，跌着，闹着，塌着。时段咱先饲饲袂断，哎呦，因老母因老爸着买鱼买肉，订婚照订房价，房价。哪天哪算一个面啊，唔算得袂算啊，得过咧，哎呦，一群人咧讲，哎呦，这个囡仔也无这着高算，也毋是，也囡仔着高算，也老大人要着老高。好啊，来念，即款，好老白调经员讲啊，吃着好，来继续做。来啊，来啊，文姐，文姐。拄仔迄个朋友咧甲我讲，嘿，讲啊，今次了少唔少的事，啊，你有法就介绍，我来说买一群啊哩，啊，到底这是偌济钱，价钱拢唔知，一群买偌济，我今日初次记得，要跟只大家大交杯，交杯，一杯算你五块，五块，念五块，好，特别管算你两块，念一包偌济，偌济，念过。好龙牌调经丸，隆重胜利两公啦！哎呦，咱是要出来买物件，不是要出来踅街，你知无？啊，恁老了什么好看？珍珠怎么变到这款样？哪有什么心情去看老了啦？来买物件啦，行啦！各位观众朋友，人讲三年一轮，好歹照轮。有时星光，有时月光。人得意的时阵，千万唔通袂记哩失意时。聊天顶传奇自从播出以来，受咱各界大家热烈的支持佮爱护，所以本节单位唔敢疏忽，再精益求精，愿会当满足到各位观众朋友你的收看。所以请你会记哩，每暗共这个时间继续收看最关最准的闽南语连续剧《聊天顶传奇》。